们现场的嘉宾好朋友呢，一道非常非常精彩、相当喜气洋洋的舞台节目，也是我们财神大。来，财神大，各位好朋友，今天呢是我们蓝记者蓝罗卜尔盛大开幕的当晚日子，特别呢，今天邀请阿 Q 哥化身财神，哇，祝福呢蓝记者，祝福蓝罗卜尔全新时尚时感酒吧盛大开幕典礼，祝福蓝记者鸿图大展，鸿运大开，宾客云集，生意兴隆，也祝福我们现场所有位嘉宾好朋友。新的一年都能够心想事成，梦想成真。有财气，有福气，有运气，有请的各位。